985大学有哪些大学？985大学主要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等。85是指1985年提出的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名校工程。最初选985院校时，只有9所学校入选，也被称为九校联盟。后来陆续又增加了院校，目前国内985院校有39所，每年高考全国只有少部分的考生能够进入985院校中。进入985院校学习，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学习平台、发展机会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优秀单位在招聘时会考虑面试者的毕业院校，以此来选拔人才，